主持人好了没？我的脖子可要断掉了。说了就顶五分钟，结果又顶五分钟。算了，不玩了，本王还是开吃吧。天才狗狗这样对待久别重逢的主人。主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想死狗子我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我茶不思饭不想，都瘦了一大圈了。我要亲亲，还要抱抱。而奇葩狗狗却是这样对待主人的。我晕倒了。主人，你怎么啦？对，狗子，快来关心我。这可咋整啊！你快来想想办法呀！主人是不是死了？好的，哀悼结束，下一个。我来了，主人终于死了，热舞一曲庆祝下吧。别跳了，我们都快成流浪狗了。哟，还有摄像头，我不管了，我溜了。那我也溜了。